大家好，我是大玲，俺爸联系人家收羊的来了，这准备卖羊的，走咱看看去吧。啊，这个羊，这是卖羊的，这个羊卖了。拿一个，还拿一个，这一个呗。这刚才那一个。那。这个嘛。啊人家上昨天给俺妈俩割羊，他点那个羊，赚钱逮不住。我这个老板，咱家两样的可给逮住吧，把我摁倒吧。你有酒嘞，给我拿去。好，有吧，快点吧。他酒也一碗，我就喝好几碗。有。然后这些这三个棚里边的羊就用了30只，反正爸前两天刚进来就进来了。这羊可有意思，它头上应该都是吧，都是环境的。好，三，一下950。一千九百五，1955了。好，给你1950，也别整了，这玩意儿赚不住钱太大，我都不要，因为老兄都不要给他。1955。1955。记下1955。啊。卖一个老肥了。16169。他给多少钱？他给13块钱你，但俺爸要16块钱你，他都不同意。然后这啥呢？15，他还不同意。这绵羊比那种山羊要便宜。我不是的。公母还不一样，价钱。他这绵羊这老板真会做生意，给个价格才给13块多一斤，俺买的时候17块5一斤，这下子。不赚钱还亏了嘞，他正在这儿呢。啊？他跑要13，俺爸给他讲了半天，又给他要给他14，这才能在这是好像13块5。多少？1460。他没有真没那样重的。两个小弟，5100块钱，小张那两，小张5100，好。多少钱你？下午的那个微信。俺家那绵羊还给14块5嘞，比刚才给的高一些。我这有你的小朋友呢。对。俺这一下子卖了3羊。一共是5100，前两天把进羊进30个羊，一共花了20000多，这手里没有钱嘞，这一下子就零花钱花了。好了，这羊卖完了，他开车准备走嘞。啊。